然后打样之后我们就送去实验室在做，然后实验室做出来之后呢，我就喷了，我就觉得没有能量，对，就是有植物本身的能量，但是没有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巨大的东西。当时我不是跟你讲说你传照片给我看，然后我就说我试试看帮你丢那个整花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进去看看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我就想说。什么照片就可以？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他说是两张照片，然后你就说你要加持，你让我带回家，然后其实你没有告诉我你要干什么，对，我没有告诉他要干嘛，因为我不能告诉他，因为我已经被你们暗示了，然后还要保留一个空白的对照组，你们说已经加持完了，然后我就说你再喷看看，对，就在群组留话，然后我就喷了之后呢，而那场完全不一样，对我来讲它可能是再次的新闻，但是当我这个东西有能量的时候，我这边会跟。炸开的东西，会有一个球。我在厕所收到你的简讯，然后我就把它拿来，我在想，好啊，我说那要测就在厕所测啊，厕所的磁场非常不好嘛。我在那边喷完之后，我就突然间，哇，我人生从来没有这么喜欢待在厕所。